你好呀，欢迎来到范范365天能量提升的第70天。今天跟大家带来的是大象的能量。大象呢，是陆地上最强大的哺乳动物，没有什么能阻挡它们的决心和力量。大象呢，能够帮助我们打破任何可能阻碍我们成功的阻碍。大象是好运和繁荣的象征，它们脸皮厚，小事情是不会打扰到它们。大象教会我们放下小的烦恼，专注于重要的事情。那大象是属于母系的，所以小象们呢，有时候会发出尖叫和眼泪，整个群体都会去养小象。大象的寿命非常的长，而母象呢，则会终身生活在一起。雄性象呢，成年后会离开群体，形成自己的群体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象人，也就是大象如果是你的图腾的话呢，你就是一个负责任的个体，你乐于领导，你很合群，慷慨大方，除非被激怒啊。如果大象是你的图腾呢，你也会拥有一个美好的头脑，是一个终身的学习者。你强力的嗅觉使你很有辨别能力，你忠诚并且保护你的家庭和社区，召唤大象呢，来增强你的这些特质。愿你所有的朋友都忠贞不渝，愿你成为天生的领导者。掌控是你与生俱来的天赋，你的智慧和温柔的力量会激励你身边的每一个人。所以你是一个象人吗？爱是你的力量，领导是你的道路，你的智慧会激励着你遇到的每一个人，你可以克服任何的考验，那你自然会很容易的获得成功。希望大家心想事成，关注范范，每天一起能量提升，我们明天见。